Let's go Hawks， 老鹰，即系劲啦，老鹰十啊玩咗几耐？十九个钟，杀咗百几个人啊，搵咗用咗56次回复用具，跟住啊吓，一滑擒咗161次 flashback， 冇用过特殊物品咧，一路都唔用啲屈机嘢啊，好嘢，劲啊！Let's go Hawk！ 鹰有啲咩啊？有啲梯图俾我揀啊！青蛙，哇！我梗系唔系青蛙啦，啲咩 worm 啊，蚯蚓，肯定唔系啦，我系鹰嘅啦。呢啲咩啊？龙虾，即系还废啦，狼系嘛？呢啲系猪，肯定唔系啦。豹，我系鹰啊！天空翱翔，你系14，劲人啊！好，我知咩啊 ？Waste gun， 比赛用嘅枪有衫喎，有件新衫、新装备、西装嘅咋？跟住咩啊？咩背心啊？佢话你有个新嘅吓、啊，有个命令背心。跟住点啊？佢有蓝色背心，呢、這个红色背心啊，有啲咩？有咩用啊？冇鬼用啊！哇，啡色背心攞咁多有咩用？都有 item 咧吓、啊，你攞咗咧就当你撞翻 Metal Gear Mark 二嘅时候咧，啊就会有 except for 啲 iPod 嘅 music。佢做咩成日帮 iPod 卖广告？咩意思？做乜鬼嘢？啊 ！iPod 嘅苹果啲宣传嚟啊，新宣传啊，点解唔整 iPhone 啊？仲有冇嘢睇？完，时间计得啱啱好。好，咁就差唔多完啦。你特登死咁多次，就系鹰老鹰阶级啊！啊，特登死啊！如果唔系就系神级噶啦，啊，零死亡次数啊，啱啱好真系。你睇，完全系好节目时间啱啱好嘅，11:30就系11:30。嗰位边潮文就啱啱好，我系度得超准啊！啊，知唔知咧？喂，知唔知边关有得扮石像啊？啊！有人知道边关？仲有一道好似扮石像，有啲古灵精怪嘢。一开始第一关，第一关啊，一开始啊，一开始唔系喺吉普车落嚟有得扮石像咩？一开头。原来一开头就有啊！读埋边条文完啦。好，千祈咧呢边条文叫千祈不要再老麦嗌九件啊，麦乐鸡餐是咁的。咁啊，试过咧，同事放天咧就买咗一个咧九件麦乐鸡餐。咁啊，试过咧排喺前面嘅婆婆同个收银讲一个九件麦乐鸡餐。有冇试过你嗌麦乐鸡餐，收银问翻你六件定九件？呢篇文咧，将会系前所未有咁深奥。呢篇文咧，又将会咧探索到我个人咧太计到尽啦，定系老麦咧太懒，抑或大家咧已经接受咗呢种定格上嘅荒谬？
我记得当日咧有个同事就买完个九件麦乐鸡餐翻嚟啦，个个都咧够冲咁去食薯条，得我一个好似梁朝伟咁嘅样。梁朝伟咩样？抑郁啦？点解啊？因为六件麦乐鸡餐系21蚊，九件麦乐鸡餐系32蚊，再加3毫。而六件麦乐鸡餐同九件麦乐鸡餐最大嘅分别就系3件麦乐鸡，即系我为咗3件麦乐鸡俾多咗11蚊。咁六件麦乐鸡单售有几钱呢？系15.5，平均一嚿麦乐鸡系唔超过3蚊。认真，我唔明，我明咗好耐，我最唔明系点解身边冇人有呢个考虑。可能11蚊的确唔足以打动佢哋，但就足以令到我想打老嗰位同事啊！因为我有份夹钱，而面对喺面前嘅婆婆睇住佢嗌九件麦乐鸡餐嘅一刻，我不动声色。事后我直情有罪恶感，就好似睇住佢俾猜猜我是谁嗰啲电话诈骗，而我视若无睹一样。婆婆如果知道我上面嘅推论，佢直路系唔会叫九件麦乐鸡餐，佢会宁愿叫六件麦乐鸡餐加一个9蚊包。最后当收文问我六件定九件嘅时候，我简直觉得佢系挑战紧我嘅底线。佢心里面一定好期待我答九件，之后心里面就耻笑我，就将呢件事作茶余饭后嘅吹水题材。可能你会觉得啦，六件麦乐鸡餐同九件麦乐鸡餐呢个 case 唔够 support。OK fine， 我讲埋猪柳蛋汉堡餐事件啦。哇，呢、這个仲经典啊！个餐咧就29.5，而个包咧就单售9蚊。猪柳蛋汉堡人称个猪柳强，由佢单售9蚊开始，我就冇嗌过猪柳强嘅餐。记得有一次，好友阿强同我一齐食麦记，佢霸位啦，咁我买嘢食，好公平。我问佢食咩，佢话猪柳强餐。我听完面色一沉，冇应佢就去到收银度嗌餐。排队嘅时候，我谂起阿强咧，佢话呢排手紧，所以要食麦记。嗰一刻，我终于明白点解会手紧。买完餐，我好平静咁翻埋位，同阿强讲：我买咗鱼柳包餐，21蚊，再加一个猪柳强9蚊。阿强扯晒火话：喂，我食猪柳强餐。我示意佢冷静，之后将鱼柳包餐入面嘅鱼柳包拎走，放走个猪柳强，放翻个猪柳强落去。阿强睇到我成个大魔术师咁，不禁拍手叫好。因为一个猪柳强餐已经出现咗喺阿强面前，而我自己系食个鱼柳包算数。事后阿强问个餐几钱，我就话啦，猪柳强餐29.5，佢就俾咗29.5我。嗰一餐我只系付出咗5毫子，做咗5毛。我话啲人话特价就会有呢个现象啦，咁我觉得你咪连九件餐都一样有 special offer， 又可能取消咗猪柳强餐。篇文咧其实唔系要责怪任何事，我觉得21蚊餐同9蚊包咧都系好嘢嚟嘅。我只系执住一间大咁大嘅公司，定加上系咪唔应该有咁大嘅逻辑问题咧？我话俾你听，鬼佬嗰啲仲有呢啲问题。鬼佬咧嗰啲麦记你知唔知啊？鬼佬啲麦记又系嗰啲大中细嗰啲可乐咧，又系之后嗰啲鬼佬就会嗌大可乐，但系鬼佬啲可乐咧系可以任斟啊，佢系咁样。跟住佢话我有个朋友就话你去外国咧同啲鬼佬识老麦，佢就会买大可乐。跟住我啲朋友就会笑啊，点解你买大可乐？买细可乐你咪可以狂斟啊，饮翻同样嘅量。佢就系咁讲，佢就话鬼佬啲定价就有时系咁古灵精怪。唔系太清楚，听日玩咩？听日再见，你听日咪知咯，系嘛？最主要呢个餐就系咁嘅，因为有时有啲特价餐就系咁样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佢呢个潮文就系想讲呢样嘢。听日玩新游戏啦，好嘛？玩咩游戏？你听日就会知道啊。爆火机有冇咩特别嘢噶？吓，系啊，有冇啲咩特别有趣嘅嘢 ？Breathing 真系唔好啊，见到都想呕啊，谂起都吓，真黐孖筋 ，photo album 喎、啊。睇翻啲珍藏相片先啦、啊，哇！呢件人间极品啊！咩汁色嘅呢啲？
哇！我话仲可以搞沙龙照啊，对比度嗰啲慢慢推。哇！我打机打到咁真系惨啊！俾你睇翻先，呢件你最中意嘅女女，点样下一张喂？冇得下一张。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exit？哦，佢以为我要执相嘅咪？哇！呢件啊，呢件啊！你哋最中意嘅话俾你，哇！男定女真系冇人知啊！哇，咁样好好多，睇唔到个样咪嘛？哇，正到咧！咩灵异照啊？嗰阵时你去影唔吓，边度有边度灵异？讲真，真唔知喎、啊。啊，影咗十几廿张嗰阵时，你话咩咩影中间定咩影个集？边度灵异啊？呢啲啊有嚿白色嗰啲嘢雾嗰啲怪怪地，右边嗰堆啊？吓、啊？师奶。呢个算系最系嘛，算系比较似样噶啦。哇，可以搞到咁样啊！搞啲吞色嘅呢啲系，嘅光亮度啊，差唔多啦。我哋明天见，完。